成個人心理表現上有影響，加上同時協理上一有精神上嘅。係啊，各位先生請注意，請小心保護自己的財物，提防扒手。各位旅客請注意，請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。For your attention, please. Beware of pickpockets.打个比方呗。